哎，James，你好。哎呦，你好。那个，我要不要share 一下我的 screen，你看看这样子对不对，好不好？可以。没问题。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我跟 PowerPoint screen 都有吗？对，都有。好。那就好。你有看见那个 James？你有看见我这个 title bar 吗？看不到，看不到，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一个 full screen，是不是？对，好，那就好。那麻烦你告诉我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好吗？我也不知道，11点半就开始就可以。11点半开始就可以，是不是？好。蔡伯伯，你还好吗？好久没有看到你了，蔡伯伯。
冯牧师你好。好，对，好。冯牧师，你今天的这个摄像头好像比较清楚哦。就没有变，这可能是白天，白天没有开这个开灯，就是自然光。哦，那有可能是因为你那个光线，晚上光线不够的时候呢，对。它就解析度没有那么好，对。那今在，天你讲组织学吗？对，今天我讲组织学。那可挺赶的，还好他赶在11点半，我就就讲堂又赶回家里。对呀，我说他还好，现在改到11点半嘛，所以呢，我就结束了之后还有一点时间，如果11点的话就不行了。对，11点赶不上了，对，我看到那个詹敏上来了，是不是？詹敏呢？哦，是啊，是我。福兄怎么样啊？哦，还好，就是咳嗽。这个有去看医生吗？中午会去做一个12点多钟吧，去做一个核酸检测吧。哦，这样子，好。他发烧不发烧？他没有发烧，只是他的症状就像热感冒。哦，那这个你给他检查他那个血氧了没有？我们家有，应该没事。应该没事了。我想大概就是跟重感冒一样。我感觉他是感冒，对，看一下吧。我看福兄也上线了，福兄啊，你生病还要上线？对，我在，我声音有点变，但是我在。哦，感谢主。那个，谢谢你们。好好休息哈，好好休息。有詹米照顾你们，我们就照顾你，我们就很放心。好，那我们就开始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一个，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就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思想到你自己，也是思想，我们在天上的日子将会是如何。主，我们也谢谢你提醒赐给我们主导文，主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数算你的恩典，思想你所赐福祝福给我们的一切。主，我们知道主我们的恩典好处不在你以外。主，谢谢你将日头赐给我们，也将健康的身体赐给我们。主，我们恭敬的将我们福兄长老交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我们求你也是让他早日康复，主能够再次回到我们当中服侍你，爱你也是给我们做那荣耀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将今天早晨的主日学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主，让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Amen。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快要暑假的这个主日学快要结束了，我们是以主导文做结束，那个今天呢，我们是要进入到这个，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那么就是第四个祈求跟第五个祈求。我想前面的这个几次的教导跟主导文，让我们想到我们是要求神的国早日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也是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当中呢，好像行在天上一样。那我也常常的在思想，如果我们真的是每一个星期为着神的国降临，为着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而祷告呢？我想，我们最有效的做法，也最积极的做法呢，就是让神的国在我们自己的心中，也让神的旨意行在我的心中。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降服在神的权柄跟他的旨意之下，
那么神的国早晚就会降临在我们当中。我发现这个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我怎么能够让神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呢？但是这的的确确是神要求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也是神喜悦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呢，我们不单单是在祷告的时候要求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要求神的意在我们当中，我们更要看呢，今天呢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跟生活当中呢，我们是如何的去寻求神的旨意，跟求神帮助我们度过每一天的日子。那我们就看这个今天的这段经文今天的这个问题主导文的第四个祈求是什么那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背诵主导文，所以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第四个祈求的答案呢，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这一个祈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它就是要我们按照字面上面所说的，要我们去求上帝赐给我们身体所需用的一切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去求神按着时间赐给我们身体所需用的一切。好，那么当然呢，当我们在这样子祈求的时候呢，它也让我们学习到认识神是一切美善的唯一源头。那这个 keyword 就是唯一让我们学习认识到神呢，他是这我们这个世界上面一切美善的唯一源头 the only 那么当我们每一天在问着我们自己的饮食求神赐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学习到为什么神是我们美善的唯一源头。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学到的是，就是如果没有神的祝福的话，那么我们身边所有的一切，无论是我们苦心经营的，我们劳碌经营的，或者是甚至是神给我们的，都不能够叫我们得到益处，除非这个是神的祝福。换句话说，我们在求说神，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赐给我们，就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一切的我们周遭我们拥有的一切，若不是是神的祝福的话，不能够叫我们得到益处。最后一个呢，我们可以学习的是说，我们在这个每一天祷告的操练当中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学习，不再信靠任何所有的受造之物，而唯独信靠神。就是这神所要求我们的这一个祷告，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应该说是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是要帮助我们去学习不再信靠任何的受造之物，而唯独信靠神。好，那么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呢，我们来看，从这四一二三四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来看这个注释所要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的第四个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首先第一个呢，是要求要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切。那他的这个提供给我们的注释的经文呢，是在诗篇104篇跟诗篇145篇。很显然的，在祈求主提供给我们在今生寄居者生活当中每日所需的呢，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就是说神是要我们神是要我们去为着这些事情每一天去纪念，要求神呢赐给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切，好像诗篇这个地方所记载的104篇说，这都仰望你，按时供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就拾起来，你张手，他们就得饱足等等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所以让我们认识到说，这一切的食物呢，
都是神所赐给我们，要我们呢按着我们的身体的需求去求。可是呢，同样的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看过，在主耶稣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那个地方，大家也都很熟悉的。那耶稣是教导我们不要为这些的饮食和食物太过担心哈。大家熟悉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5-34节，那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个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呢，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明明主耶稣基督不是教导我们说不要为这些东西忧虑吗？那怎么还要我们每一天为这些事情祈求呢？好，这不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好，我们在主导文里面，神提醒我们要我们每一天为我们所需用的东西去跟神祈求，但是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不要为这些的饮食操心。我们的要着重的，只要将祷告交给神，我们所着重的应当是去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这些东西呢，神自然会加给我们。比如说神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如果你们记得，神就用玛拿供应他们，每一天早上呢都会供应给他们玛拿啊，每一天。那么每一天呢神都会把这些食物加添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忧虑？他们还是会忧虑。总是会有一些的人呢，他们忧虑玛拿明天如果没有来怎么办，所以呢他们就多取一些玛拿。那么按照神的指示，那些多取的人第二天就坏了。那所以呢，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并不冲突的。神要我们去为每一天的需要的事情跟神祈求，要我们去求神赐给我们生命的需要，但是神同时又叫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一旦我们将我们的需要交给神的时候呢，神必定会按着我们的需要供养我们。好，这个是这个主导文里面很清楚的意思啊，并不是要我们为饮食和衣着担心，但是呢是要我们按时的去祈求。第二个事情呢，他要提醒我们，神是一切美善的唯一的源头。神是唯一这一切美善的唯一的源头。那这个在尤其是在今天美国这个物质丰富的社会里面，这个显得更重要。使徒行传，他给我们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4-17跟雅各书1章哈，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告诉我们说，这一切的我们一切的美善唯一的源头都是从神而来的。可是我刚刚讲说，在美国这个物质丰富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会忘记这个事情。你打开冰箱里面呢，明明你这一整天所需要的，包括明天包括后天的东西呢，都已经预备好了都已经预备好了。只要你有钱，在美国只要你有钱，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好，不但买得到这个现在的 Amazon 还可以帮你送到家里面来，只要你愿意花钱。似乎
啊，神不是这个美善的唯一源头， Amazon 是这个美善的唯一源头，是不是有这一点这个问题啊？因为美国的物质太丰富太充足了，让我们呢感觉不出来神所赐的美善之物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好，你们不知道在家里面有没有种菜，曼娟，因为那个我女儿不是刚刚生了我的外甥女嘛，哈，所以他们暂时住在我们家，他们马上八月底就要他们已经买了房子，八月底就要搬走了。那回到家呢，跟他妈两个人呢就开始啊种菜啊，种番茄啊 cucumber 啊，哇，他们每天都有这个都有收成啊。这个我看到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有种菜。种过菜的话呢，你就比较能够理解阳光好，跟雨水啊对于蔬菜的生长的重要性。如果你种菜的地方晒不到太阳的话，你再浇什么水它也长得不是很好。好，但是呢你看着这个蔬菜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生长，你会对于神所赐的这个大自然的一切会有更多的感恩的心。可是如果水果蔬菜只是这个大卖场的一个物品啊，你以后花钱人家就直接送过来的话，我吃到嘴里面呢，我就没有办法体会出啊，神是一切美善的唯一源头。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没有这个冰箱啊，所以呢，人们也没有办法储藏什么东西，储藏的方式呢，就是腌制了。那么人们呢会对于神的恩典跟恩赐呢会比较有更多的感受。当主耶稣要他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容易能够感受的。那前两天Milwaukee 这个地方Major storm， 好多人的家里停电，我知道最多的一家人他们停电停了五天了，冰箱里面的东西呢，如果没有办法及时找到朋友家去借放的话呢，可能都坏掉了，但是感谢主呢，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发文说。停电停了到了第五天了之后呢，他感觉起来呢也开始比较适应了哈，这个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呢太依靠了这个现代文明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发展跟方便使得我们不太能够去依靠神。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是可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每一天为这个事情祷告的话，是可以提醒我们，神是一切美善的唯一源头啊！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物质丰富的地方，一切都是这么样子的方便，我们仍然能够想到我们的神其实是造物的主宰。看当我们在享受这些方便的同时这个地球暖化的这个情况慢慢越来越严重这奇怪的天气到处的这个炎热干旱或者是大雨水灾无不能够让我们思想到说这造物主他的伟大跟他的全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的事情。所以如果这一段的这一个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到神的预备跟神的 provide 的话，我想这个是神最主要的心意。接下来呢他让我们继续看的就是
如果不是出于神的祝福，在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不能够使我们得到益处那给我们的经文呢，是在《生命记》、诗篇跟《哥林多前书》。我们稍微看一下这几段的经文，《生命记》八章三节，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目的不是仅仅只是要养活我们，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生命记》告诉我们说，神这样子的苦练以色列的出埃及的那些祖先呢，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若不是他们看见神的祝福的话呢，在我们世界上面所有的一切都不一定能够让我们得到益处。诗篇三十七篇说，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虽然这个义人有的是非常的少，但是却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这些恶人的富余呢，并不能够让他们得到任何的好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在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一到二节，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们安然睡觉。你们如果去过欧洲的一些的古堡在加州那个地方也有一些的古堡，你们去里面参观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在参观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体会前人他们在这个地方所建筑的自己，好像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看过好多的这个富丽堂皇的古堡，建造的人呢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去建造一个非常好富丽堂皇的宫殿，结果在里面他坐住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过世了。那么所以告诉我们是说，若不是出于神的祝福，一切都不能够使我们得到益处。他说，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的里面不是徒然的。若不是在主的里面的话呢，我们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富足，好像是拥有的所有的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但是呢，若不是在主里面，一切都是徒然的。我想这一段呢经文呢，弟兄姐妹都已经有很多的领受了就是我们都知道物质的世界呢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你拥有的越多呢，你的责任就越大所以呢这个在箴言书三十章八到九节那个地方雅古尔王呢，他跟神的祷告是什么？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太饱足了就认你说耶和华是谁。但是呢，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所以呢，这个雅古尔王的祷告呢，是让神呢按着他的需要赐给他，让他能够按着神的心意的需要满足就够了不要给他太多，也不要给他太少。所以呢，当基督徒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上面的东西呢，如果有要吸引我们，想要让我们远离神，为了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借着这段的经文呢，我们要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认识到说，若不是神的祝福，
你拥有的再多也不能够使我们得到益处。那最后一点呢、最后一点呢、在这段的经文可以让我们学到的是，当我们一再的练习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慢慢的脱离、信靠受造之物，而单唯独的信靠神。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之所以可以得到永生，之所以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进到天国，是因为我们单单的信靠神、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容易。常常我们在单单的信靠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还是有信靠许许多多这个受造之物世界上的东西。我不能够自夸说我们好像什么都不依靠这个世界上的、我想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呢，当我们在每一次 review 这个主导文的时候，神要求我们学习的是，我们慢慢的不再信靠这些受造之物，让我们的眼睛呢转向神。好，当我们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给他们的玛纳，一天只给他们一天的份，目的就是要教导训练他们要单一的信靠神。好，单一的信靠神。那这个地方呢，他给我的经文是在诗篇55篇62篇跟146篇的地方。他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要抚养你。我的心啊，你要当默默无声专心的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那这个都在教导我们呢，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因他一点也不能帮助。当他们的气一断，就归为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但是呢，以雅各的神为帮助的，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求神帮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对任何的受造物，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信靠。不愿意信靠任何的受造之物，也不愿意信靠我们自己，乃是单独的信靠神，单独的信靠神。那还有几段的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跟希伯来书，那我们就不再多讲这几段的经文了。好，大家在对125问第四个祈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的，没有什么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入到第126问第五个祈求。好，那等一下，如果大家有问题或者要讨论的话，那我们可以一起讨论。那第五个祈求是讲的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也都是很熟悉了哈，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有包括两个部分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恳求上帝因着基督的宝血，不再将我们任何的过犯和留在我们身上的罪恶归给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就是要我们不断的跟神祈求，按着基督的宝血呢赦免我们的过犯。这是第一个部分，免我们的债。第二个部分呢，是要我们正如我们也在自己的身上看到你的恩典的这一确据，就立定心智，愿意真心的饶恕我们的邻舍。好，所以第二个部分呢，是当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坐在我们的身上，饶恕了我们的罪恶之后呢，我们可以立定心智，真心的去饶恕我们的邻舍。那这个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可之所以可以去饶恕我们的灵，这个呢，乃是因为我们体认到我们的债已经被赦免了。那么神为什么要我们这个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跟神祷告，说要免我们的债呢？不是说基督徒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决志信主承认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就已经一次完美的把他自己献上，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了吗？那么还要叫我们每一天跟神祷告的时候都要求神免我们的罪债吗？这个经文呢给我们的这个注释给我们的经文呢是在诗篇五十一篇还有罗马书第八章跟约翰一书第二章那个地方。这几段的经文呢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我们是说要我们去求要我们去求。比如说在诗篇五十一篇，这个是大卫他在这个拿单去看他指出他的罪恶的时候呢，他跟神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且洁净我的罪。所以呢大卫给我们的例子是告诉我们说，像大卫这样子蒙神悦纳的人呢，他仍然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他之所以会这样子蒙神悦纳，而且他之所以会这么样子常常的警醒认识到他自己的过犯呢，可能就是因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呢，让我们在主祷文的时候常常纪念免我们的债。说明一件事情，很可能我们每一天呢，在或多或少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可能会犯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好，那么是罗马书跟约翰一书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的肯定都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一次性的好完美的将自己献上，还清了我们的罪债。可是呢，神却仍然要我们不断的跟神祷告，说免我们的债，让神不再纪念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的过犯和罪恶。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不是一种仅仅一种抽象的这个精神概念，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信主的时候神说好你的罪赦了，那我们的罪就完全是不是的。好，不是的，神是愿意赦免我们过去所有的罪，神也要我们在认识神以后，我们不停止的和他不断的交流，我们之间跟他的祷告的交流呢，可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持续不断的求神改变赦免我们的罪。那只有这些愿意认罪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上帝的赦罪。好，那是他的概念是这个，就是不是仅仅只是想到说好我们信耶稣了神就赦免，不是的，神是要我们在神的面前 very specifically 的一件一件的将我们的过犯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洗净我们的罪。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是无罪的，那么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的。我们若是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如果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那么我们是自欺，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任何人，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罪已经是完全得到神的赦免了，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就得到赦免，那么我们不可能经历过真正的罪的赦免。那么这是一个重复的经验，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在主导文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不断的 practice 这个事，让我们不断的练习这个事情。虽然我们在神的面前按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罪已得赦，我们可以有儿女的身份，但是呢，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却不愿意跟他认罪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不可能有那个平安的心再继续跟神有其他的祷告，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在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那个地方，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诗篇三十二篇三到四节，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弟兄姐妹？会的，会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甚至刚硬哈，这时候心会刚硬在这极其的愤怒的时候呢，不愿意的脑筋里面想到的都是别人的罪都是别人对我们的攻击，都是别人对我们的不是，都是别人的说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像诗人所形容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们会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那个时候我们好像这个有一些东西压着我们好像这个诗篇这个告诉我们，他说如同夏天的干旱一样，我的你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就没有办法再有恢复。那么我们每一天要到神的面前，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这么做，为了是要让主耶稣基督能够再次的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得到福乐。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时候呢，免我们的债的意思其实是要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呢，开始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哪一些事情上面得罪别人。我常常晚上有的时候不小心会从梦中惊醒的自己有时候都觉得很有意思怎么会从梦中惊醒，因为当我思想到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我可能得罪了别人或者说了不应该说的话的时候神会管教神会让我从睡梦当中我会被这个事情吓醒，那么让我能够有机会呢跟神认罪，跟人认罪。那这个是免我们的债，目的是神要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祈求神不再纪念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过犯的罪人。对不起，我们家里有人在应接东西，所以你们可能会听到那个听课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呢，是真正明白罪得赦免意义的人呢，他也可以饶恕别人，他也可以饶恕别人。这段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就是这个祈求呢
有一些传道人在解释这个祈求的时候，我自己以前也曾经这样子想过，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是、好像是一个是、完成式哈，要我们要先免了人的债呢，神才会赦免我们的债，其实并没有这个意思啊，耶稣并没有这个意思，因为神赦免我们的罪债呢是没有 no condition 的，好，如 no condition 的啊 ，no condition。那么就是说，神要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目的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赦免别人的罪，神才会赦免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免了人的被主耶稣基督、赦免了，但是却不能够饶恕别人，不能够免了别人的债的话呢，我们是会要受亏损的、是要受亏损的。所以呢，这个祈求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呢、其实不算是一个祈求了、这个第二个部分呢，乃是要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明白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意思是什么，好，让我们明白、因为我们明白了我们的罪是如何的得神赦免，所以呢我们可以去饶恕别人，这个很重要哈，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呢除非一个人真正的明白他自己的罪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大，而且神的赦免是何等的大，否则的话呢他很难去赦免别人的罪。那么、这个呢有两段的经文哈，两段的经文，我们看一下这两段的经文。第一段呢是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如果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讲的好像这个很厉害啊，有人这个我有听到这个牧师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用我刚刚圈的这个红色的这个，他说因为你不饶恕人的过犯的话呢，这天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如果我们不赦免别人的罪债的话，我们的罪债耶稣也不会得到、赦免，但是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呢，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赦免、那这但是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话，我们是要受亏损，这个是、完全没有需要争论的，因为第十八章的这一个例子呢，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例子哈，就教导我们为什么，好，为什么呢，这个、我们不能够，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原谅别人、不能够饶恕别人。那你们很多人大概都已经很熟悉这段经文了，这个经文呢是讲到说、当彼得来问耶稣说，我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那么耶稣说是要七十个七次，那么接下来呢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哈，一个比喻来跟他讲为什么我们需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换一句话说，耶稣好像是说天父饶恕我们几次，你们猜对了哈，天父饶恕我们七十个七次啊，可能都不止 你想想看我们一生犯了多少的过犯，神是一直不断的饶恕，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来到耶稣的，彼得来到耶稣面前却说我的弟兄得罪我，而饶恕他几次、我们自己得罪神七十个七次 that's ok， 但是弟兄得罪我们，我们要饶恕他几次。所以呢耶稣就给他举了一个比喻，他说这个有人带了一个人，他欠他的王了一千万两银子，那个
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一千万两个银子有多少钱呢、啊、结果这个人就求他的主人，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而且免了他的债。然后那个仆人出来呢，遇见他的同伴欠他十两银子，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给我、啊、那么他的同伴央求他宽容吧，我将来必定还，可是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然后呢，主人就叫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吗？像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 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弟兄，你们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要受到亏损、啊、你们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们弟兄，你们要受到亏损，天父要这样待你们。所以主就大怒，要把他交给掌刑，要等他还清所欠的债、啊、还清所欠的债。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原谅他几次、啊、其实他就已经觉得已经很多了、啊、其实他就觉得已经很多了，十两银子他就觉得他的同伴欠他很多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彼得得罪了主耶稣基督几次、啊、想想看我们这一生可能会得罪神几次，但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债，那一个赦免是那个恩典是多么的浩大。主耶稣用一千万两银子来形容神赦免我们的罪债。那 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当你们想一想看、啊、这个可怜的奴仆啊，当他的主人赦免了他一千万两银子之后，他的口袋有多少钱？他的口袋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还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他可以从他的同伴那个地方要回十两银子的话，他的口袋会有多少钱？他的口袋会增加十两银子。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当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我们被神所赦免的罪债有多大，因为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好像这个被他主人所赦免的这个仆人一样，他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因为他的口袋里面还是一毛钱都没有。他原本欠他主人的钱，他是欠主人的，但他主人统统都给他饶恕了。可是如果他有办法从他的同伴要回十两银子的话，他就增加了十两银子。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除非我们真正的明白神对我们的赦免到底有多大，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有多大。你知道一个被赦免了一千万两的银子，好像他就 free， 他从现在开始过去的就过去了，一切都是新的。你们晓得这个美国大学生毕业，很多大学生他们都欠银行很多钱，因为他们读书的时候家里面没有帮助，所以呢他们必须要从银行贷款。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呢，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欠了很多很多的债，有些人欠了这个一二十万二三十万的都有啊，还没有开始上班工作他们就已经欠了二三十万美金的这个债务债款，你想想看他们是不是很辛苦。但是当这个债一下子就清还的时候，他说完全的赦免，这完全的赦免。那这一个赦免呢，是要 moving forward， 你就不再需要有很多的 burden 压在你的身上，你是不是可以感受到那样子的精神？希望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样子的精神，让我们的罪债不再成为我们的负担，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罪得赦免是什么意思。所以呢，
我们可以很大方的去饶恕别人、啊、不要让别人亏欠我们的事情，成为我们的捆绑，也成为他们的捆绑，让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救恩呢，也可以 pass on to 我们周围的人。好，那今天的这一段这两个祈求呢，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现在就停止 share 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啊，或者是、我看到、牧师啊、福牧师在啊，然后福兄长老、戴强长老他们都在，我们可以有一些简单的讨论。我发现我们最近的主日学都很安静啊，前两次的主日学都是。讲完了之后就没有问题，大家都没有问题。 好，那个不要客气，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提早十分钟结束。那个戴强跟冯牧师，你们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我想这个今天讲到一个是不信靠受造之物，我想这个可能概念还需要再讲得清楚一点。不信靠受造之物并不等于不借助受造之物、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这就牵扯到一个人生了病要不要看医生那医生也是受造之物对不 对，但是呢我们就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的，对吧？但是有时候上帝是借着医生来医治我们，有时候上帝是直接医治我们。所以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生了病要不要看医生，就要看他自己在上帝面前的领受。如果他通过祷告觉得上帝是要直接医治他，他就不用看医生。如果没有这个感动，照常理主耶稣讲的，康健的人用不到医生，只有有病的才用到医生。所以也就是说上帝可以借助医生的手来帮助他，甚至弟兄姊妹有人拦住，上帝可以直接帮助他，也可以借助弟兄姊妹来帮助他，弟兄姊妹也是受造之物。所以可能这个概念要再讲的再澄清一点，不是，但是不是靠他们，我们靠的是上帝，但是有时候呢他是作为一种媒介，作为一种方式或者途径来帮助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就这一点非常好，谢谢冯牧师的这个补充啊！如果不信靠医生的话，那戴强他们都没工作可以做戴强什么补充吗？ 我没有补充，只是先要向你表示道歉，因为这是我安排的失误，让你今天讲完道以后要接着 要讲课，这是 很辛苦没事，我本来安排好了可以跟那个，我本来跟那个 James 想说我可不可以先录下来哈，录下来的话呢，那么我回到家的时候呢最后再 join 可以有一些这个 interact， 后来你把时间改到11点半我就绰绰有余了，没问题。是是、这次这个主日学往后延半个小时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对，为了让大家能够到家、大家能够听课。哦，那人还是不上线呀、为什么？对，现在人数还是少鼓励一下，我们要鼓励一下。对、对，不上线，但是他们就说有，还是还有这个 YouTube 他们可以看嘛，因为就是他们看这个录影还是可以。是是，对、这是有录下来的，有 YouTube， 这个也有、okay. 录下来以后放在 YouTube 里、okay. 对今天讲得很清楚、这个经文、各方面都条理都很清楚、谢谢牧师的鼓励、这个其实他戴强给我们的那个资料呢，他上面就写得很清楚，我不只不过说把他用比较这个容易接受的方式把它讲出来，其实他那个上面我都是按照他这个上面所分享、好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请冯牧师你替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特别为福兄祷告好不好？我们看到福兄抱病还上线给我很多的鼓励哈，那个祝你早日康复福兄。谢谢。好，下个礼拜是我讲，所以我就来跟你讲。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经过君毅长老的主日学的讲道，让我们更清楚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恩典。正是像圣经所说的，实际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全都在乎你，让我们更认识到我们的救恩的宝贵，我们从心里能够感谢主，而且让我们也能够饶恕别人的罪，让我们能够不要经常的论断，而是要彼此的相帮。主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主你都是首先做到了，就帮助我们真正从心里能够看到这个救恩的宝贵，这个救恩的无价，我们才能够在任何境况之中都有感恩的心。主帮助我们啊，弟兄姊妹，尤其在今天现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啊，这个疫情啊，工作各个方面，就求主在这个时候特别的帮助我们啊，不要忧虑，单单的信靠我们的主，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也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特别为福兄长老的帮助他的身体啊，他很快要到医院去检查，也求主赐给医生的智慧，能够很正确的诊断，然后能够正确的药物让他能够尽快的恢复健康。是主，所有我们在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都求主一一的看顾保守。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君毅，谢谢王长老。谢谢王长老。谢谢。好。